需要的话，工具移开，臀部往后挪一点，前脚慢慢的往回收回来，回到四脚撑地，臀部大弯向后，坐到脚后跟儿的大外侧，头落到地板上或到手背上都可以，祝各位身体放松。你看，我是把毛巾拿出来，挪动一下双腿放松。豆豆，怕人呢。轻轻的敲敲你的大腿前侧啊，这是我们刚才伸展过跪肩的位置。也可以稍微按摩一下你的双腿内侧，刚才伸展过腿内侧的皮筋。